长达七年的执着，推出一个智慧节能的国道，跨越全台高速公路986公里，它的工区是横跨全国的，319座门架，零公安事故建制。我们希望在台湾做的东西是一个领先其他国家的设备跟技术。第一次全路网全电子收费 ，eTake 是比较方便。700万用路人迎接智慧节能新国道，创造台湾高速竞争力。